你科学上事情不能用投票来解决。我的大多数实验都受到很多人的反对。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好奇心，做新的事情总有人有不同的意见，不同的意见并不是坏事情。但我个人认为一定要做最好人认为不可能的，这样的话你才能站在人的前面。